刘培元的城市宝典，联合国世界遗产，法国遗产篇啊，第一部分啊，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一共1000多个啊，法国当然算多的，最多是中国。那法国的列入世界遗产啊，很多，当然世界遗产一定是人类的宝藏啊，有天然的啊，这自然的，也有人工的、人为的。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一定是觉得好才会纳进来啊，所以我们不可能了、啊，我们不太可能所有的世界的遗产啊，联合国的遗产全部走透透，不可能了、啊，太多了啊，也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钱啊，也没那么多精力啊去玩，所以我们很多人当然有些地方有人去过啊，但是不可能全部去，我们这边就是纸上谈兵啊，看一看。啊，譬如说我们这边是照时间的啊，不是照最有名的，而是照时间。所以法国第一次啊申请啊，申请了好几个，大概5个吧啊，1979年开始申请啊。那申请第一个通过的是啊，圣米歇尔山啊跟海湾啊，这个 Mount Saint Michel。啊，这个是比较冷门的、啊，我们一般亚洲人可能不太了解啊，它在这个地方啊。大概那巴黎在这里啊，这整个法国是这样的啊，它那个北边是比利时啊，瑞士在它东边啊，然后它隔英吉利海峡跟那个跟英国啊相望，它就属于中欧啊，中欧的地方啊，它大概在法国的西北角这个地方啊，巴黎首都嘛，大概在这里，那里尔在这里啊，那里昂在这里啊。那坎城影展在东南方啊，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看看这个岛呢啊，它的名字叫圣米歇尔岛，它是一个圣人啊，所以圣嘛，圣有个圣字，圣米歇尔啊，一个教士被列为圣人。它其实不是一个山呐、啊，它是一个山形的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山，其实它是一个岛、啊、上面这个叫修道院。修道院啊，盖的也不少，你看这个很特殊啊，你看它等于是在一个海滩上面啊，这当然有路过去啊，很特殊啊，所以以前呢叫它一个山，其实不是山，是一个岛啊，岛形山形岛，岛形山啊，这里面很多建筑物啊，也可以住不少人啊，所以它的很特殊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比较少见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所以一般估计呢，说他大概再过个十几年吧，啊，10-20年吧，他这边都会草会长过去的 啊，这边已经看到草了，那这张图片看不到啊，这个草都会盖过去啊，因为他那个他当初做了一些那个啊一些那个堤坝的工程啊，所以有些泥沙就带过去，那泥沙会长草啊，所以它慢慢的、啊、那法国政府是有在修补了啊，但是可能没办法啊，所以当然每个照片啊，这个照的光线啊不一样，这样看起来有点红红的啊，这样看起来比较白白的啊，啊，这个很特殊，它圣米歇尔其实只是海中一块孤立的岩石啊，海水上涨的时候啊，山就会被淹没一半啊，被淹一半，所以它这边外这个哈、啊，但一半是夸张了啊，就说它外面有一个很多城堡，类似这样都有个护城河，它外面等于是堤坝啊，这个堤坝啊，就是水应该是现在看了、啊，以这个当然已经很多年了，以前可能淹的比较高啊，它可能下面还有建筑已经被淹掉了，那以现在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不会淹超过这个啊。像这个外墙这一部分啊，啊，那以前呢，可能海水上涨的时候，山就被淹一半。8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圣米歇尔的神父啊，他修建的啊，当然不肯他一个人呢 啊，就是他号召啊，一定很多人嘛，他一个人盖不起来嘛，一定号召了一些啊，一些其他的神职人员啊，还有。在找工人，当然一定要有资金的帮助就盖，当这种很多教堂不可能一次盖了，不可能说盖个1年2年3年就盖好，一定是陆陆续续的盖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居民了啊。那圣米歇尔它是教堂嘛啊，等于修道院啊，
他有修道院啊，有房屋、花园啊、廊柱、堡垒，因为他曾经也被这个敌人攻击过啊，所以四周有军事啊、军事的建筑，有炮楼啊、碉堡等军事建筑，所以他这个啊比较特殊啊，因为他很多历史的意义啊，最主要他这个很特殊，这整个建筑很特殊，这世界上少见的，所以被列入世界遗产。然后第二个通过是沙特啊主教教堂啊，也是1979年啊，他也差不多这个地方啊。巴黎在这里啊，也离巴黎不远。它这个最著名的，我们先看看建筑物，这个是哥德式的啊，哥德式尖尖的，巴洛克比较圆圆的啊，巴洛克也比较白的，所以哥德式比较跟那个德国诗人啊、文学家哥德没有关系，它就是有一种比较阴森的感觉，尖尖的啊，颜色也比较啊。颜色比较单调啊，看起来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啊，哥德式的尖塔状的。它最有名的地方就传说圣母玛利亚曾在这边显灵。当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里面呢、啊，就是传说这个圣母玛利亚显灵很多地方啊，不止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显灵，而且还到最晚好像到一次大战的时候都有显灵过啊，陆陆续续的。所以圣母玛利亚显灵过很多次啊，但是都不是在都市啊，不是很多人看到，可能那个乡下啊，可能小孩子看到啦，一两个人看到啊，显灵啊，就带着光环啊，他一个人出现啊，就是大概都有一些大事要发生啊，这是传说啦，但是没有照片啦啊，这个也没有证据啦，就是基督教里面传说看到显灵啦。那这个大教堂呢是哥德式啊，哥德式刚才讲过尖尖啊，跟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结合，是法国四大教堂之一啊。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种建筑物啊，它是第一座纪念圣母的教堂，圣母玛利亚显灵嘛。这教堂里面有旧约、新约啊，里面的人物啊，史实的玻璃雕像有很多。你看这个就很漂亮啊，是它的等于是大门嘛，外观。这建筑物很特殊啊。很特殊啊，所以世界上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法国啦，这以这三个为主啊。那英国算是比较晚了啊，英国以前这几个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兴盛的时候呢，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英国以前都是蛮族啊，盎格鲁撒克逊啊，所以比较算是蛮荒之地，古迹这些人类建筑比较少。所以你看这个建筑很精细啊，这三个门你看内迁啊，先进去，那外面很多浮雕啊，你看非常精致啊，做的非常精致啊，非常非常费工啊。你看这个三个门的啊，两边也是浮雕的人，这个很花时间呐、啊，啊，这些都是啊，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名的可能烈士啦，或者是啊圣人啊，所以这个非常考据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啊，这远看看不出来了啊，在远看看不出来。你看这张比较清楚啊，就它三个门啊，它的高114公尺啊，很高啊，面积快6000平方公里平方公尺啊，所以它是法国哥德式建筑高峰时期的这个代表作啊，后来就很多法国的教堂就是模仿它做啊，所以它算很早的哥德式的教堂。好，那第三个通过是啊，凡尔赛宫，这个就有名了啊，这个太有名了，有名中的有名啊，等于法国数一数二的啊，这个经典的作品、建筑的作品，还有人文的啊，凡尔赛宫，你看也在巴黎旁边啊，这几个都在巴黎旁边。你看这个地方很大，凡尔赛宫它是法国啊，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是法国的一个高峰期啊，法国的整个文化啦、艺术啦、军事啦、政治都是高峰期啊，就有点像中国的汉武帝啊、唐太宗啊、明太祖啊那个味道。你看这是很远看了 啊，比较看不到太细，但很大啊，凡尔赛宫这边这一块啊，这很大啊，非常大啊，这是远景，占地非常大。
整个建筑物很有趣，这里面你看那么多房间呢、啊，它是三层吧啊，三层的建、四层啊，四层建筑。路易十四呢啊，法国非常有名的君主，用28年的时间，所以这很多建筑啊，都不是一两年、两三年、三五年、八年了、啊，都是用几十年了、啊。这秦始皇盖那个啊万里长城也是很多年了、啊，阿房宫也是很多年、啊，就阿房宫好像误会了，根本没盖好。没盖好，就是地基是盖好了，可能盖一点点，后来被项羽烧掉，所以以前讲说啊，阿房宫不得了啊，其实根本没有盖好。那秦始皇陵是盖好了啊，盖好了啊，阿房宫没有盖好，来不及啊，因为工程太大。你看秦始皇要盖万里长城，要盖这个秦始皇陵啊，要盖这个阿房宫，盖不完。所以路易十四用28年时间把凡尔赛宫打造成欧洲最宏大的皇家公园，因为国力强嘛，所以国家强就能搞这些东西嘛，国家弱就不行嘛。啊，现在呢，当陆陆续增加，现在有2300个房间，但一开始是没那么多了啊，那不少，2300个房间太多了啊，6、7个楼梯，啊，5200多个家具，这不得了，很大。啊，你看这张，就看它一个啊，比较全。整个建筑啊，它最早外面那个园林呢、啊，花园搞得很漂亮啊。它凡尔赛宫是由那个宫殿啊，宫殿很漂亮，还有园林啊、花园，还有附属建筑三大部分组成。整个面积111万平方公里，其中园林啊就占100万平方公里，花园嘛，花园比较占地方啊。所以你看，从这边是平面啊，走上去上面也是平面啊，就有点像张家界啊，下面也是平的啊，走到山顶上还是平的啊，这个很特殊。那花园就搞得很漂亮啊，这当然是现代了啊，现代游客他开放观光，所以你看它建筑也是弄得很精致啊，外墙上面又弄了很多啊雕像啊，这个所以西方很喜欢做雕像，很精致啊，每个雕像都不好做啊。都很多雕像啊，然后它的挑高特别挑高啊，等于是一层当两三层在用，所以挑高，所以它这边只有三层啊，可是等于一般的可能等到4、5层了啊，5层楼了啊，挑高，因为它里面气派嘛，所以里面宴会厅啊什么都很高啊，非常高啊，花园很漂亮啊，它你看也是外面啊，外面都弄得很漂亮，就很多雕像啊。它这个它有两个大喷水池啊，那喷水池里面啊，你看凡尔赛宫前面的广场有两个巨型的喷水池啊，喷水池，那个喷水池呢啊，这个有100尊啊，100尊的女神铜像啊，这个各种女神铜像啊，因为这个女神呢、啊、最早是从希腊神话，那他们呢就是要表现人体之美，所以不太穿衣服的啊。这个女生呢就直接啊，这个露胸部就露了啊，就露了啊。男的甚至啊连生殖器也露，因为他们展现，你看这边胸部啊，奶奶都露出来了啊。就是他们也不以为意了，不像我们中国，哎呦怎么穿那么少啊？哎呀道德败坏，他们不来这一套。他就是人生下来就没有穿衣服嘛。那你如果说脏的话觉得很恶心的话，那你婴儿就很恶心啊，婴儿一出生就没有穿衣服嘛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外国天体营啊真的是啊，通常在海边啊就真的不穿衣服，所以东方人没办法接受，什么一大堆人啊，几百个上千个、啊、男女全部不穿衣服，哎呦怎么办啊，这去的话多丢人，那外国他就觉得就是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啊，我生下来，所以外国人也不太重视高矮，不是说绝对不重视，就相对好啊。比如说女的比男的高啊，太太女朋友比，他就说无所谓啊，我们是相爱啊。那中国就说，哎呦，这个太太女朋友比你有钱啊，啊比你漂亮啊，啊漂亮是可以了啊，这个比你个子高啊，这东方人有很多，就东西方想法不一样，西方就觉得比你高又怎么样，女的比你高，比你会赚钱，比你怎么样，这个又怎么样呢啊，那东方啊不行，男的要比女的高啊，男的要比女的有钱，要比较有威武啊怎么的，然后不能少穿衣服，道德败坏啊，所以东西方的观念差很多啊，所以西方很多这种雕像啊，衣服穿的很少，只有重点部位露一下，你看这都是女神的照片，喷水池啊，它有两个巨型喷水池啊，100多尊女神铜像，另外它是由那个有一个1公里多，这很长了啊，等于是1.6公
1.6公里的运河啊，引来塞纳河水，这是法国很大的一条河，有600多个喷头啊，可以同时喷水，非常壮观啊。那你看它花园很漂亮，凡尔赛宫很漂亮，哇，那里面就不得了了。你光是看外面啊，外面看不出什么门道啊，就觉得啊，这个建筑物很大很气派，有很多这个雕像。它精彩的是里面，不是外面啊，是里面啊。很多大教堂外面看起来也还好，它重点在里面啊。你看里面啊，这个多漂亮啊，多漂亮，挑高啊。它不是天花板了啊，这个天花板你看它是拱形的，第一个这个拱形就不好做啊，这不是平的，拱形的半圆形的，它上面给你搞壁画，壁画不好画，你站着也不好画，有时候人要用那个架子啊，要很高的架子，还躺在上面坐在上面画，这不好画。然后这叫静厅啊，你看我们先看静厅，凡尔赛宫里面有王宫，有卧室，有客厅，有餐厅，有工作室、会议室啊，有议室，当然皇家住嘛，这些一定都有啊。最有名是它其中的静厅，它里面很多厅啊，啊静厅啊最有名啊，因为特别漂亮嘛，而且光鲜亮丽嘛，很多镜子，用大理石镶嵌啊，雕刻挂毯啊，油画装置啊，啊里面的家具全部用名贵的材料精雕细琢而成。你看这个静厅多漂亮。都是水晶灯啊，因为叫 chandelier 啊，垂挂式的，都非常高啊。你看这样高起来的话，这个大概六七公尺高都有，非常高啊。所以他们都很气派。你看这个窗户这么高，啊、窗户大概就两层楼了啊，对啊，两层楼多啊。所以这整个很气派啊。旁边一大堆饰品啊，都是，当这个不可能是黄金做的，就镀金啊，镀金做。你看这边啊，舞会倒是不可能在这里啊，不可能，舞这个不够宽，就是。等于是一个走道了啊，等于是一个走道的意思，就很漂亮啊。这个水晶灯啊，上面蜡烛，你看光是一年呢、啊，这蜡烛就要烧不少钱了啊。这个，然后天花板啊，这是半圆形的，上面有油画，所以这个静厅非常漂亮。然后它的室内，你看室内都是精雕细琢啊，都是一些名画啊，名画。这不知道是不是路易十四自己的自画像，路易十四啊，也许是路易十四啊。你看这个屏风啊，这些你看都很漂亮，屏风都漂亮的不得了啊，这跟东方的屏风有点像啊。你看都是精雕细琢，都是画上去，你看这个多漂亮啊。这个是也许是挂毯吧啊，挂毯，你看多漂亮啊，这油画啊。所以现在欧洲很多有些贵族啊，像现在已经没有君主了，欧洲很多贵族啊，就是那个以前的贵族下来的啊，就他们有些城堡啊，或有一些豪宅啊，他里面就搞这个啊，所以他们看不起美国人。他美国人就是啊，我家具很漂亮啊，弄得很漂亮，可是没有艺术气息啊。那欧洲人就说你要摆画嘛，你要摆古董嘛，你要摆这些啊一些历史的古董啊，油画啦啊，一些那个啊精品啊，有历史的啊。那才可以强调出文化嘛？那你说你弄得多漂亮，那全部都现代的啊！就是觉得美国有钱人财大气粗啊，觉得我们欧洲人才是真的有文化的啊，所以美国的建筑就很少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真正有文化到欧洲去看，所以欧洲人某种程度上看不起美国人啊，看不起美国人，觉得你们暴发户，也没有什么历史，才200多年啊。这你看室内很漂亮，都是弄水晶灯。啊，这个也是刚才看的静厅啊，这个就是晚上了啊，晚上就很亮啊。你看这个油画画的多漂亮，他画很多幅啊，因为一幅太大了，这很多都是从基督啊，基督教里面的旧约新约里面啊，这最有名的是像类似创世纪啊，就是赞美啊，因为欧洲是基督教文化啊，所以就是从那个啊基督教里面的啊神啊从创世纪开始啊。啊，这个晚上也很漂亮。然后我们再看啊，第四个就是维兹莱啊教堂及山丘，它是一个教堂，也是所以1979年第一次，它一次申请了好几个，在巴黎的东南方，刚前面几个大概在西南方比较多啊，只在东南方啊，维兹莱啊，维兹莱。Pasilic
啊，你看它的建筑啊，这外形看起来倒不怎么样啊，可是你看他们仔细看还是蛮细的啊，就是都有一些雕像啊，雕像或者是浮雕，浮雕就是粘着啊它的墙壁啊，那雕像就是凸出来啊，外形看起来还好啊。它是在法国勃艮第啊，因为他们也是分那个区啊、省啊、市啊这些，它本来是本笃会啊一个修影院啊，在那边修炼的，在那边啊，建于1069年。那传说中呢，圣玛利亚·马德勒纳安葬于此啊，这我们一般看不懂啊，什么叫圣？是不是圣母玛利亚？不是。那马德勒纳啊，这个是翻译的问题。那我们一般翻译成马大拿，玛利亚马大拿啊，直接称马大拿。那马大拿是谁呢？就是耶稣啊，他的一个女信徒马大拿啊，但他也叫玛利亚，可是跟圣母没有关系。那说他的耶稣基督的女圣徒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那个圣经密码里面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著作啊，或者一些传说里面是说谁呢？啊，这个马大拿啊，我们就不讲马大勒拿，叫马大拿，或者有人翻译成抹大拿，耶稣的太太啊。但是正史上就是正统的那个教廷不承认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呢，圣经啊也是改写了很多次啊。一开始就很多不同的圣经，后来到好像公元300多年吧，啊，就君士坦丁他们那边啊，就是开了一次尼西亚大会，啊，把所有的主教叫过来，把所有的基督教那个圣经啊，旧约新约版本，然后拿过来，然后呢选出来，啊，觉得有公信力，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旧约圣经，啊，那然后有一些觉得。应该也是圣经，可是就没有纳进去，基于各种原因，政治原因什么，就叫次经次要的啊。所以我们除了看现在旧约新约，还有次经啊，次要的次，它也是圣经，可是没有纳进去。那另外还有一种叫伪经，就认为可能是假的，可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就认为可能是假。它有三种，好，结果又麻烦了啊。像那个有些那个伪经呢，就写摩大拿是他太太。结果呢1970年呢，在约旦死海里面发现了死海手卷，也是圣经啊。另外的版本圣经，哇，结果又说是耶稣的太太啊，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变成有两个版本。就像那中国呢，我们中国历史是以史记，就史记讲的我们就承认，哎，就后来又发现孔子家书，在后来在孔子的家里面，孔府啊墙壁打掉，哇，又发现有些的古书，还有那个春秋的魏王的陵墓，有这个竹书纪年，哇，又写的不一样。什么写的不一样？说这个尧舜，我们说是尧舜啊，是禅让，就他不是，他是篡夺，武力篡夺，哇，又写的不一样啊。所以那个竹书纪年跟孔子家谱里面的一些文件呢，而且写的又跟史记不一样，所以这很麻烦。好，所以就说。有一说了啊，就说这个抹大拿是耶稣基督的女信徒，但是也是他太太啊，所以圣经密码就根据这一段演出来的。所以很多人看过圣经密码。然后1146年呢，在教宗的授意之下呢啊，圣伯纳多啊参加这个，因为十字军东征有10次啊进行布道。那十字军东征呢，这个十字军东征就是到现在像以英美为主的基督教啊。跟这个伊斯兰教打了1000年，那现在的话打得很厉害。每次都说美国说，哎呀，这个中东啊，恐怖分子，他们已经打了1000年，最不和了1000年。但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同一个教啊，因为都是那个耶稣，都是那个耶和华，所以阿拉就是耶和华，因为他们都承认，共同承认亚伯拉罕，所以叫亚伯拉罕主教。亚伯拉罕主教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我们叫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四教合一啊，包括东正教啊，都是同一个教。结果1000年前就开始打第一次十字军，这边是讲第二次，那谁不对呢？
基督教徒不对，因为以前呢，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以色列啊，现在的那个啊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徒都可以在那边参拜，因为里面呢又有同样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圣地啊，因为那个回教的圣人嘛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在那边传教，啊，结果呢，后来本来没相安无事，结果呢，基督教徒的一个大将啊，一个贵族啊，居然把那个阿拉伯那个伊斯兰教的朝圣者一个商旅啊，整个商旅灭掉了，哇！所以然后又不道歉。所以那个伊斯兰教就不行了，就赶快从那个东方那边嘛，就派军队，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一拿下来，那个西方的教皇又不干了，就开始啊叫英国、法国啊这些意大利啊，就主十字军又把夺回来。那夺回来以后，这个伊斯兰教又把夺回来，就搞了十次。就十次呢，那时候基督教徒水准很低呀、啊，沿路到处烧杀掳掠啊，这是。所以基督教徒也不好啊，十字军东就是一个血泪史啊。所以一开始是基督教徒不对啊，然后他最著名就是勃艮第啊，罗马式的雕刻啊，所以列入遗产啊，这山里面的也很漂亮啊，这个都是挑高的啊。所以我们这一集啊介绍四个啊法国的啊遗产啊，第一个是圣米歇尔山啊，其实是一个岛啊，一个叫修道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沙特主教教堂啊，这个哥德式的啊，这个大门很漂亮。那第三个叫凡尔赛宫，这个有名了，太有名了啊，这建筑很大很漂亮外观很漂亮，花园很大啊，里面就是金碧辉煌啊，啊，里面这个静厅啊漂亮的不得了啊，上面这个壁画啊，这个半圆形的屋顶很漂亮啊，每一个房间都精雕细琢，哇，一大堆艺品，这个艺品不得了，要拿去卖的话那还得了，但是他当然不可能卖。然后维兹莱教堂啊，维兹莱教堂这个啊，就传说中这个耶稣的太太摩大拿就葬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这一集介绍四个啊法国的这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的啊历史的遗产啊。那我这边有15个 YouTube 频道，那我希望大家回馈一下，你看了我视频觉得不错，我希望你这15个啊，因为14个讲英文的，哎，这个常识宝典就跟英文无关，麻烦你15个啊，我们下面都有连接，全部都按订阅啊。这集讲到这里。